可以在这边，可以在这边。哎哎哎哎哦哦哦哦哦哦！喂，这样就可以抓了，怎么那么难呢？哎，250是这个。哎，250。250。这个250。四匹的，这条鳗鱼快死掉了，对。 我抓不到鳗鱼，250。250，对不对？这条250。250。你要问老板怎么抓的？嗯。要怎么抓？这样把它扣起来，扣住。扣住。这样就好，扣住就好，扣住，把它扣起来就好。 我没办法。这条差不多三尾半左右。三尾半。三尾半左右。那你们都用手称哦。对啊。这手称怎么能称得出来？可以啊，可以。不可以啦。这条差不多250。250吗？你看有没有？差不多一下。对啊，说有就有啊。为什么？ 鳗鱼身手哎，你250，对啊，可以在这边。哎哎哎哎哦哦哦哦哦！喂，这样就可以抓了，怎么那么难呢？这条，这条，这条。来，我抓，我抓，我抓。这条是250，差不多。250左右，你看有啊，250。我觉得我会太250了，250比较小一点点。这条可以，这条也有。哎，真的耶，它是2.5的。我悟出一个道理了，你要知道鳗鱼的重量，首先你要抓得到鳗鱼。2.5吗？还超过？2.5，2.5，他应该2.5。没有没有，2.5，对。2.5，这太厉害了！我就是啊！